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成，今天来做这个楼梯扶手。又一户人家被骗了，看看这个球，做个球啊，纯球通。我们来看看它这个材料，都是用个球连起来的。这个管要薄，这里标的是12还304，连10都不到。看这声，可以直接用手捏扁的，看这种，啊，连焊都不焊，就钻孔放放进去就可以了。一捏就扁了，看看这个要的吗？这种楼梯扶手，你看这是这个球啊。今天没有带药水，我用个打火机来，用个手磨机来试试看它这种材料是不是304的。之前我的视频有说过教大家怎么看火花，大家看我这个是它的，JB 是202的，这个是我刮出来的，大家看看我的。大家看清楚，验清楚，这种传球通楼梯扶手，做个球啊。真的是你们老板来没有？你们看看这个活干得可以吗？这个活，刚才问了一下房东，这150块钱一米，两层楼而已，居然5000多块钱，实在佩服人家做的这个料这么垃圾，全是202，算米数又算得多，两层楼算出30多米，看看这有什么用？5000多块钱，一堆废料，就这样打水漂了。请大家注意，请大家注意，认准那种传球通楼梯扶手，有一个大圆球的。我们本地人做的楼梯扶手，都是弯头的，有灵魂的，绝对没有一个圆球的。大家做楼梯扶手，一看到有个球的，一定要注意。这个球就不说你了，材料全部都像张纸一样，而且还全部是202的，算米数的话又算多，坑了几重呀，坑爹坑爷爷，坑你没商量，实在无语，大家怎么会上当呢？人傻钱多，骗子不够用。好啦，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了，谢谢大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成，又来了。
都没有就能让他们赚大钱，我不服，我要揭露他们，希望更多的人看到点赞。他们这种我们叫全球通扶手，他们的方法很多，很多年轻人出去打工不在家，都是父母老人家在家的，很容易上当受骗。希望各位提醒家里的老人一定要注意这种上门推销扶手的，一定要问清楚。当然我不是说一定是上门推销的，就是这种骗子也有一些本地的推销的，但是做什么的话要问清楚，自己亏钱了不说，还做了一堆垃圾，像我上次视频那样，5000多块钱拆出来一堆废料打水漂，问你心不心疼了。要是我的话真的很心疼。他们都是3-4个人的，做工很快的，做完就收钱，花样很多，有时不好骗又给你说做广告啊呀，只收点成本费，又说要租你的房子，但是没有楼梯扶手，又先做好楼梯扶手，一做好了收了钱人都找不到。我阿成提醒大家，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，大家一定要小心。如果实在他做了一半了，或者在这里已经做了，或者是有一些强硬的强迫性的，大家可以报警，通知村里面的年轻人过来，不能容忍他们这种，不然他们会越来越嚣张。就让大家都不上当受骗，这样以后他们就没生意做了，就倒闭了，就不会做了。刚我看在网上看有新闻，我搜索楼梯扶手骗局嘛，有一些地方已经被抓，他们这种是违反国家法律的，是犯法的，这样赤裸裸的欺诈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了，如果喜欢的朋友点下关注，拜拜。